肥一crossover 呢个 Kira Kira， 点解叫 Kira Kira 咧？因为咧佢系 Kiki 爱男男就系 Kira Kira， 空包啊 Kira Kira 的，耶 ！OK OK cool， 可以好啦，我哋今日就请咗 JoJo。Jojo 嘅 Yo， 特別嘉賓 Jojo， 今日就加入咗我哋呢一個 conversation。其實我哋都唔知道要講咩咁樣，但我今日都準備咗啲特備節目。今日就係、是、我哋會，其實 Anthony 都係我哋嘅嘉賓嚟嘅，係啊，唔係唔係嘉賓，我哋一齊搞咯，今次係。边个系主，边个系师？系啊，唔系啊，系佢提出要搞咯，佢提出要搞咯，搞你真系如梦初醒啊，女，好似蒲松龄啊。我哋今日咧就会帮陈怡咧查呢个指甲，指甲油啊。哦，不過我要首先 shout Young Ray 先，因為佢今日到唔到，即係所以大家要，即係首先要 shout shout 佢先咯，係啦，跟住就。同埋我哋是 open 呢一個問答環節嘅，大家有問題啊可以好撚 random 嘅，我哋會 tag 你。即係如果你有咩問題咧，有啲咩想問咧，在座咁多位咧，你可以即刻留言。咁我就點樣留法嘅咧？其實都係喺個video 下面留咁樣。Yeah， 係啦，跟住 by the way， 我要 show 下我嘅新整嘅指甲，見唔見到？今天是要 share 这个美甲心得，好 random as shit， 叫我龙公主啊，叫龙公主啊，屌咦好靓咯，我今天去整的这个指甲，即有些 bling bling 在上面，但是是一号机的颜色，即是紫色和绿色，有没有有冇家庭觀眾有整指甲的習慣啊？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即系同我講你中意整美甲心得，咩款式嘅指甲，即系我就會聽翻你啦，好冇？喲，阿 Kelvin 喺度睇緊啊 ，Kelvin。喲喲 ，Kelvin， 嗨，我哋 fans 嚟噶，我哋系 fans 嚟噶。不如我哋而家應該講咩咧？讲下揿下搞咩先啦？系咯，讲下揿下。喂，等先，三月29号咧，我哋会有个 show 啊。吓，系咩？几时？3月？哎呀，我差啲唔记得咗。系啊，咁就喺大馆啦。个 show 喺大馆。Yeah。即系3月29号，即系大众所周知都系巴苏 V， 之后劲多嘢搞，之后我就会喺大馆同 Anthony 有一个 show。然后呢29号呢之后呢完咗我哋个 show 呢就到 Chocola， 就喺一个叫 Hard House 嘅嘢，即係有个 private party， 都会有一个 mini set 咁样。我即係你即係当係一个 entertaining 嘅嘢，即係我係一个。对，不过要 reserve 嘅。所以大家上去都可以问一下我嘅。即係富娱乐性嘅 beach 嗰啲。之后就30号就是 JoJo， 耶、yeah， yeah， JoJo 表演， yeah， 我哋转头都会讲下 JoJo 的 show 同佢只 album， 就系咁啦。咁你搞咩啊 ，Tony？ 搞咩啊？喂，有人问你脚甲咧？哇，好变态、啊！冇，我唔整脚甲，好变态、啊，边捻都变态。我都讲整脚甲好捻 normal 咯，识捻识噶？唔识啊，就系、是、要你教。Anyway 啦。咁你最近做紧啲咩啊？最近就冇做音乐啦，已经。Quit music， 退休啦。做衫，即系 KOL 141咧，就谂住系一个 movement 嚟嘅。咁就有 podcast， 跟住有衫，跟住可能之后会出啲歌咁咯。咁啊，衫就可能月尾就会有噶啦。Cool。 第一个 drop 啊，有第二个 drop 啊。你啲衫系即系点样嘅 style 噶？即是怎样的款式？是 T 恤啊？即是不是 wild style 咯。总之不是 wild style。不是啊，即是不能 wild
都 wow 嘅 ，wow 嘅，即系 wow style。但系啲僆仔会买咯，可能即系僆仔会着嗰啲咯，即系唔系啲老嘢着噶啦，即系唔系我着噶，老噶啦，可能都有啲老嘢想着呢啲嘢咧。但系系咪即系大部分都系 T 恤嗰啲？冇噶啦，今年系净系做 T 恤，即系我目标系做1000件 T 恤而系。哟，而家做咗10件啫，即系仲有990件。系啊，我同 Anthony 都会整 T 恤。系啊，整 T 恤，即系夹埋1000件今年吓。好叻啊！1000件 T-shirt，yeah， 真系咁。Chocola 咧 ？Chocola 有咩搞咧？我近排筹备紧一个 MV， 即系我好似最近就会拍噶啦，即系今个月内就会拍。之后系啦，大家等我嘅新歌，呢首歌对佢好有信心。我好中意呢首歌，呢首歌系未听过嘅，大家系，大家都未听过。之后，但系我有阵时玩，即系出 show 会唱呢首咯。即系如果有嚟睇我 show 嘅朋友，就会知系边首，系啦，即系唔会令你失望嘅。系咪即系我上次播？系啊系啊。OK， cool cool cool。系咯，同埋美甲咯，美甲。Living life， man。Living that life， motherfucker。明星生活嚟噶。屌你，点够你啊？明星生活啦。笑卵死。王丽琪咧，王丽琪最近做咩？我最近啱啱 set 好个 studio， 之后我嚟紧要去加拿大，系同 New York 啊，系做 show 嘅。唔系，我谂住去半旅行半工作整碟，整碟系耶。咁即系有一个 studio 系，即系我谂去到嗰度，我主要都系 work with 七阳，之后我哋一起做嘢，劲啊！Studio time 勁啊！然後就去 New York 玩，做完嘢之後，yeah， New York City bitch， I'm coming back。勁啊勁啊！屌係啦，就係咁咯。之後同埋整 Kiki T-shirt 咯 ，Kiki T-shirt， 拭目以待啦，拭目以待啊！ Yeah， 大家都好期待。Jojo 咧，冇呢排咪 show 啲嘢咯。即系搞30號場 show 啲嘢噶，然之后我话整下，即系Lilo， 你知道搞一场 show 好多 Lilo 噶嘛？即系你攞啲飞出去一个地方度，咁你都要攞出去噶嘛？攰唔攰啊？咁你走嚟走去咯，即系自己烦自己啲嘢，行嚟行去。系啊，因为你冇理由呢啲嘢又叫个 friend 做咁样噶嘛。冇啊，都系要自己做。系啊，咁其实你好无谓咁样，不如自己做咗佢咁样。咁其实即系你 full time 做紧呢一样嘢咯。其实而家，唔系我觉得有阵时系就系得自己最知自己想要乜嘢。即系你叫个 friend 做，嗰个 friend 即系佢。都冇你自己清楚你想要啲咩嚟得更清楚，系啦，yeah。 但其實有時就係因為會你會聽到朋友講啊嘛，即係唉，你搞場 show 啊，唉有咩幫手你我幫你啊咁樣噶嘛，多數都會即係啲 friend 都係咁樣 support 噶啦，好勇噶，係啊，但係都唔係你一定要你自己搞掂咗一啲嘢之後，你先知道有啲咩人可以幫到你啲咩咁。但係的確好多朋友幫到嘅又係啊，不過就好多呢啲濕聲嘢咯，係啊係啊 ，cool， 哇好期待咯！我想講我之前。即係聽過你兩次唱嗰首歌嘅 live 啊！即係我想講我兩次都喊咯。哇！係啊，真係好撚唔開心咯。我係禮牌遲到，之後 miss 撚曬。我禮牌遲到，我都係睇唔到 JoJo 表演嘅咯。shit， 佢好少表，之前好少會 perform 自己啲 live 嗰啲咯。因為佢即係佢 perform 之前又要即係準備勁撚多。其實我又唔係準備好多嘅，即係只係我真係好點講，唉，好似以前又冇乜諗點解要玩 show 啊嗰啲咧，咁又就好少玩 show 咯，係啊，咁因為我其實冇咩要 prepare 嘅，唯有 prepare 自己心嘅啫，因為我又就係自己吉他同埋自己唱啫，咁樣所以其實 prepare 嘅係唔～多嘅咁啊，但感覺即係我一直以嚟聽你嗰啲歌咧，即係呢個唔單止係我自己的感覺嚟嘅，即係呢個係兼埋即係身邊嘅朋友都覺得即係你呢啲歌其實好多情況都係寫俾自己嘅朋友聽啊，跟住
即係好多係即係關於朋友啊，或者係即係關於你，但其實應該正常都係咁啊，即係關於自己身邊嘅嘢。但係唔知我嗰下，我覺得聽完之後好撚，即係我自己，即係我好記得有句歌詞係話咩誒咩知道了咩咩咩又如何咁樣。明白了又做錯，係啊！即係我覺得依句歌詞真係我自己好撚型咯，即係我自己即係都經歷過好撚多啲咁嘅時候咯，即係屌知道咗或者明咗我點啫，咪又發啊，咪又 share 屌。我都係咯，呢啲嘢，不過我覺得啊，一陣間先講啦，你問下 Anthony 呢排有咩搞，講下佢啲嘢啦。我而家要幫 Anthony 擦指甲油啊！冇啦，嚟啦嚟啦嚟啦，可以擦指甲油啊！指甲油。你要 close up 佢啊 ！cosine 廚王仔，今日 Anthony 點唱 ？cosine 廚王仔 ，double S beat， 啱聲。呢只手先啦，呢只手先。要查啊！我哋今日咧就要帮 Anthony 查呢只心字色 ，which 咧我自己本身冇指甲，因为系佢自己本身嘅指甲。唔系，其实最多指甲油嘅人咧系冇出现嘅。系啊，即系有啲系有啲嬲，有啲咯。嗰柒头点解露眉？系冇出现嘅。我唔想数够佢啲，我事不宜迟，擦指甲油先。Yeah.本身是有一层的，是啊，他本身已经擦了，高深去擦指甲，屌，是不是一边擦指甲一边 freestyle？ 奶奇秀 JoJo， What song is this？ 你是不是说现在唱的？喂，你说一下现在这首歌什么歌？这首是厨房仔的凌晨时分，刚才凌晨時分，哇！好多人讚你好 Q 啊，七哥啊，有兩個人讚你好 Q。聽講咩？我 Q 唔叻仔，酷酷酷！香港 Samuel 去咗邊咧？香港 Rico Nasty right here， 女神，我嗰個靚過 Rico Nasty。Samuel 去咗邊啊 ？Samuel 去咗邊啊？自己問下佢咯，你 DM 逃學咯 ，Samuel 唔撚翻學掛住溝女，屌！唔啱啊！大家唔好學佢。喂，快啲問問題啦！屌，等緊你問問題啊！快啲問下 Chocola 啲日常私人生活啦。你問嗰啲講嗰啲感情經嗰啲咯，可能。感情經要俾翻加翻支麥俾 Chocola。但係你離經經係嘛？屌，我冇離經咯，我離境同離經多咧。小朋友近視越大越深。哇！咩事先？紛紛落雪。Yo。溝女咩溝女係啊 ，Samuel 去咗溝女屌。喂，大家想討論啲咩話題？我哋今日係我播緊啦，你想播啊？有。我見你好忙啊嘛。大家有咩想問嘅都可以問我。我都好耐冇做節目咧，我都唔知講咩。我都明嘅。對上一次已經係同 Anna 做節目，好耐之前。勁啊！每次都想勁多嘢搞，哇咁快咧，我哋就已經完成咗隻手指。唔係啊，仲有另一隻手啊，一隻手指，仲有另一隻手嘅，都話搞咗好耐噶啦，俾人嚟睇啊咁啊，係啦，之後我陣會幫你畫花 ，Carla 直擦指甲油好靚，係啊勁嘅。喂 ，Kelvin 問 How to be successful？ 大家有冇心得啊？哇 ！How to be successful？ 咩叫成功先？係啊，咩叫成功先？大家討論一下，不如大家都答一下我哋啊！咩點先為之成功？我都想知啊！嗱，嗰日其實咧 ，Kelvin 已經傾緊呢個問題啊，佢最近好留意呢個問題。係啊，佢嗰日 party 已經講緊。冇啊 ！Kelvin 已經成功了。係咯，我都覺得你好成功。我覺得 Kelvin 已經係成功，所以你係想問事業上嘅，
你係想問事業上嘅成功啊，定係個人嘅成功啊，定係咩先？好大咁個範圍係咪先？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事業上嘅成功，真係冇嘅喎，運嚟嘅喎，天時地利人和嚟嘅喎，呢啲係你控制唔到嘅因素咯。所以做自己嘢咯，我都唔知講咩啊，真係 keep 住自己個 five， 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唔好咁 give a shit to 嗰啲嘢咯。但我諗即係 Kelvin 個例子有啲怪啊嘛，因為即係佢咁細個咧，即係我嗰日講起就話，如果我係佢同學咧。咁我讀緊書啦，然後我個同班同學啦，咁樣我同班同學我知佢做音樂嘅咁樣，然後我過多幾年我就聽電子音樂啦，然後我當我發現嘅時候，我已經發覺我嗰個同學同我做緊同學嗰陣時候，已經出咗出隻 EP， 你明唔明啊？你係覺得好癲，即係佢嗰個可能佢個 success 個定位係有啲係咯，我咧。不過我諗 Kelvin 係真係諗緊，即係做音樂好撚好靚嘅喎，明聽到自己繼續落去做呢件事咁樣。但係我查下子宮，好大塊，好核突啊！屌，即係唔好查下子宮，我話俾你聽嗱，男人查之後唔好查下子宮，好大塊，喂，俾人哋睇你個手指宮幾撚大塊，唔可以啊！我幫你有個 decoration。唔使 decoration， 屌你咧，好撚靚啊 decoration， 我 OK 啦，現場示範 chocolate， 好簡單嘅一個 decoration 啦，在場嘅嗰啲文妹妹或者中意簡約風格嘅妹妹咧，你可以試下呢個 style 嗱，你睇住。喂 ，Anthony， 你今日上嚟有咩想讲？你应该有嘢想說。我好多嘢想讲。你快啲带起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睇到啲兄弟而家近排多合情网啊，咁我觉得警世啊要。我觉得就大家唔好太即系沉溺于呢样嘢上面。系啊，感情嘅嘢都系。唔系，即系当你太依赖一样嘅时候，依赖一样嘢嘅时候，你做唔到自己，即系会好。你冇咗嗰樣嘢唔得，你冇咗嗰樣嘢唔得咧，咁你就大鑊。因為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legend 嘅話咧，係要有犧牲嘅，即係你冇覺得你想成為一個 legend 你好型，但係你又想拍拖，你又想溝女，其實係冇兩全其美嘅。你成為一個 legend， 你就要犧牲。你話咁快就完成咗 Anthony 呢個大塊指甲嘅？喂，你唔好擾亂我先，我而家講緊 fat。係咯，佢講緊 fat 啊，你唔好擾亂佢。即係爭在介紹啲好少事嘅啫，係啦，我哋呢個喂，Matt Force Matt Force 話乜都係假 ，Oh my， 乜都係假，冇錯 ，Matt Force 都係過來人，係咪先？佢都知道係我一播死亡香可以。哇 ，OK 喎，因為其實系咯，系話説 Matt Force 就嚟出新碟，大家都勁期待。Show Matt Force， 揾日下次下個下個節目揾 Matt Force 嚟 talk shit。Yeah man， let's get it， let's get it。喂，阿 Bobby 問你點樣做？哦，好啊。做咩啊？好啦，我哋聽下 Matt Force 嘅《死亡香》，屌你一切盡在不言中。屌。嗱，之後 by the way 咧，呢個大塊指甲咧係走呢個簡樸風格，就係點咗一點喺上面嘅啫。中意樸素風嘅妹妹或者弟弟咧，你哋都可以試下做呢個嘅噃。Your show Matt Force my homie man， 再嚟出碟啊！我咧、yeah, 即係大家睇 live 多啲要買一隻， yeah. 因為係咯。喂，阿 Bobby 問你 how to be a KOL？How to be a KOL？ 我就係想做一個可以屌柒 KOL 嘅 KOL， 呢個呢個係我2019年目標，因為我覺得沙禮，沙禮。阿禮係 mentor， 都係 mentor， 沙阿禮。Big inspiration， big inspiration。Fuck KOL 嘅 KOL，Fuck KOL 嘅 KOL， 係即係好似以前即係細個睇超人打怪獸咧，覺得好有正義感啊嘛，超人喺度搗亂個城市，跟住超人就會喺宇宙嗰度咁樣噶嘛。Yeah， 我就係嗰個超人。超人喎 ，Superman。咁你係咩？你係女超人。我咧，我就有一個屬於我自己嘅英雄，我已經掛咗佢喺我心口。
呢個就係我嘅英雄 ，My Hero， 卡讚！大家有冇睇我啲英雄學院？呢套嘢咧裏面帶出個道理，就係只要你肯努力，邊個都可以做英雄，邊個都可以做超人。係，係啦，你睇我隔離已經有一個超人喺度啦。唔係個個都係，個個都係超人嚟嘅，係睇你會唔會即係沉迷咗一啲嘢度，有啲嘢太靚太香，你就會即係墮入咗嗰、那個墮入情況。係啊，你就會冇咗自己，有時你真係會冇咗自己，你做唔到自己啊。但我唔知啊，即係我喺度諗咧，我有時會喺度諗咧，即係到底自己係一樣咩嘢咯？即係到底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冇咗，即係好似冇咗 Anna， 我會覺得冇咗一個其中一 part 嘅自己，所以其實我都好難 define 到底咩係真正嘅自己，但我又覺得其實自己係真係有好多個面向。即但你要清晰的就是你不可以说，即你可以拿到个 balance， 其实即如果你拿到个 balance 就 OK， 但你拿不到 balance 就扑街了，其实很多位置你都是拿不到 balance。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强烈人格分裂的人，即我以下我可以很即 full of love 咁样同你即表示即爱有几好啊，巴拉巴拉嗰啲 shit 啊，但系即我反过来，即譬如我即我就系俾感情连累嘅一个人，即我反过来，即只要喺嗰边，即我觉得我喺嗰边，即感情世界里面开始有啲瓦解嘅时候咧，我自己就会即我另外一个小恶魔就会出嚟捣乱咯。呢个我就系觉得有啲。叫咩啊？咩分裂啊？人格分裂嗰个位啊！即系我嗰下就会争，我会争鸠呢个世界，争死晒所有人，即系我恨不得所有人死捻晒仲捻好咯，即系咁样极端咯。但我谂每个人都有呢啲位置，即系在座我谂咁多位都系有呢啲位嘅，一定。所以就系 balance 咯。即係你好撚極端嘅時候，你點樣 pull 翻你自己 out 嗰個位置？但你係需要呢啲嘢咯，有某程度上，所以啱啊，呢個真啊，即係所以你就係要好識去控制呢啲嘢，咁你就會 success 啊 ！Yo， 答案 ，Yo， distant answer， satisfy 未了？成功。但係我成日覺得咧， yeah. 即係有一下自己會醒覺啊，即係覺得自己會真係醒過來啊。但係到底嗰樣嘢係咪真係醒咧？係咪即係永遠都就唔會再因為嗰樣嘢而被拖累咧？即係嗰下嘅醒覺係咪真定係假，定係會持續落去咯？啊，好開心呢首歌，我好中意呢首歌。即係點啊？張聊下你嘅意思係即係。嗰陣時你感覺到嘢會唔會繼續落倒落去啊？係啊，即係嗰下覺得啊，屌我要離開呢條仔啊，或者比如説啊，我要的起心幫做啲嘢出嚟啊，乜乜乜嗰啲，即係嗰下成日覺得自己啊，我真係醒覺啦，醒啦，我要 do something 咁樣，但係就係咪真係延續到咧？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咪就係你個人個定力咯。係啊，即係要睇埋嗰個人嘅修為咯。即因為我已經有好經歷咗好撚多次，成日覺得自己要 do something， 但係最後又成撇屎咁樣坐喺屋企。但其實你會不會是因為有些依賴在這裡，即可能你跟你男朋友一起，你又覺得你有些依賴，樣即你就會覺得你 satisfy 了你現在這個狀況。為什麼會的？我很依賴。但其實我覺得是 take it, 男朋友我是 take it balance， 我覺得即你可以有男朋友的，你可以有女朋友的，但個問題是你自己怎樣去控制，你怎樣去 take the balance， 你怎樣不要讓自己沉下去然後懶，即其實你 emotional 都是其中一個讓你懶的原因來的嘛。所以你要怎樣拉回自己出來咯，但我覺得你 OK 的，其實但真的很難。我覺得我現在是好了的，即我現在會懂得 manage 一些東西，即我會給一些東西自己做。但我不明白這個位置，即你說那個醒覺的位置，其實我覺得呢它是會有時都會出現的，即你會覺得耐唔耐就係耐唔耐就覺得啊、哦！我明啦，我啊嗰啲，但係其實原來唔係講呢個位置會唔會出現咯，而係你講
呢一個感覺嘅時候，你 keep 唔 keep 到 ？last 唔 last？ 所以可唔可以即係當下你 feel 到嗰樣嘢，你真係捉到喺手，然後你真係即係可以繼續落去。但我知道係好難。係啊，你就係要揾一個方法，即係原來係揾方法 keep 咯。原來係啊，即係有嘅時候你就要諗辦法 keep 住佢，或者你喺佢消失之前，你捉得實佢變成一啲嘢。係啊係咁樣嘅狀態咯。但我覺得所有人即係做創作嘅人都係要面對呢啲嘢咯。唉，加油！大家前程感受，金不丁嘢，劲啊劲啊劲啊劲！屌我好搵 ，Rest in peace to legend New Jarvis man。我真系好搵中意佢咯，屌 ，so sad。哇，即跟住我有睇呢首歌留下一个 comment 啦，即系有个人真系话，点解佢死咧？就是、因为佢啲歌实在太捻正，系神要。召喚佢喺天國度，我成日都覺得咧，一啲人死咧係佢真係 deserve， 即係我唔係講緊 bad side， 即係可能佢真係喺呢一生人入面，佢已經 achieve 到一啲做曬所有，佢呢一生人入面佢需要 achieve 到嘅嘢，然後佢就得到一個死亡咁樣咯，我會覺得。快啲搞掂走啊！即係我覺得係你已經你呢一輩子你要嘅使命，可能你已經達到咗咯。或者你做了很多業，或者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然後你需要一些時間去做一些好的事，然後再這樣，即是那些27歲傳說，對，是啊，吹鬼翁，屌你喝完東西你又可以就這樣撞車死，屌一定是有些東西，極難 random 咯，屌 random as shit man， 我覺得一定是神召喚他，屌神 yo crazy， 不知道，即是我即係呢啲嘢一定不外乎都會諗翻自己身邊，即係好早過身但係好 talented 嘅人噶嘛，係嘛？咁我覺得係咯，即係我覺得 Anna 啲歌都係有一種咁嘅嘢嘅，即係始終我覺得個感覺係，我覺得佢個感覺係點樣講啊？即係我覺得佢係有自己嘅感受唱出嚟，但係佢又有啲搞笑嘅，但其實佢係真係。emo 嘅咁樣啦，而有好多係佢又好直白咁講一啲佢覺得嘅道理咧，嗰下好鬼推象噶嘛，即係佢係覺得你唔好再阿支阿助啦。係啊，我成日同我條仔鬧交咧，佢成日喺度一輪最講勁撚多嘢嘅時候，我就會諗起呢首歌。唔好再阿支阿助，再阿支阿助，好撚煩。咩啲树几撚逼都冇撚出过声，屌你！即系你听到啊？呢个真系超劲嘅大道理。系啊，大道理。播呢首俾大家听下，俾你。系啊。Cool， 但系好似 YouTube 冇。系咪 SoundCloud？ 要 SoundCloud，SoundCloud 定唔知 Bandcamp？Bandcamp 又冇啊，加分。Bandcamp 一定有。我 Bandcamp 都有，你有 SoundCloud 就得啦。仲有咩讲咧？大家想讲啲咩啊？大家想讨论啲咩？可以即管嚟 ，chill。你觉得我帮你整个指甲靓唔靓？我觉得系靓咯。俾我睇下，俾我睇下。佢系油得几靓，跟住佢都有一点。呢个一点咯，就系因为大块指甲唔应该油晒。要啲咩啊？咁你满唔满意嗰一点？我好满意。Cool， 即係唔想太唔想太 extra， 唔想太 extra。我 pull 翻邊個 ？Gonna pull up， 男生。Kelvin，show Kelvin T man。我哋播首 Kelvin 先啦，係。我好似有 Kelvin 啲歌。Repo 有冇先？揾揾到先？點解冇㗎？哼！哼，哼，系边个 po 出嚟噶？咪就系 After Creation。我过嚟搵。好啊，好啊，谢谢。嗨。我太多歌，我搵唔到添。Shit！ 哎，我求你播住啲嘢先啦。好啊。有咯。Yeah. 喂，有你的歌喎，出啦！等先啦，嚟啊，聽 Anna 啊，揾到就 cool。
家做，将我的货无能拖，跌错长期伤无出息，你哋烦到我惊，要开学我好惊。点解冇人问问题噶？我 expect 好多人问我啲问题噶。功课做得好捻慢，我匿喺厕所食饭。不想生存，你哋系咪怕丑啊？中意妈咪，搣佢大髀，佢会帮我冚被。你好烦，我都会爱你。你有冇嘢想讲？你好烦，我都会爱你。唔系，你有冇嘢想讲 ？Anthony， 有冇嘢想讲？有冇啲咩想讨论？佢哋慢慢生，冇出过声。佢哋几卵逼。都沒有嘢討論，有嘅有嘅，第一時間諗，係咯，我都係一時間諗到，即係平時好多嘢講，係咯 ，random 好多嘢講，平時好多嘢講，屌係咯，係咯，都唔知點解，係咯，不如聽你首歌咯，聽下 Chocolate 首《虛擬戀愛》。哇屌！哇呢首其实不如听呢首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听歌可以唔讲嘢嘅，冇嘢嘅系咪？真系可以，我觉得呢首几得意嘅。明白少女心情，见到你，我嘅小鹿会乱撞。Show Triple G，I love you forever， 拜拜。咁癫？喂 ，Triple G 喺边咧？其实 ，Where's Triple G？我原來有黎琦啊！你唔知咩？Anna 我真逼我唱啊！好啦，好笑。今晚你做我的祖爸，三個輪流嗌爸爸。勁啊！勁！哇！呢個就係我哋認真嘅夢想，吹嚟自豪哥，咁勁！吹到有火花。喂，過曬界喎，踩過界喎你，踩過界，踩過界喎你。哇！呢度係呢段係高潮位啊，高潮位。喂，咩 force tap 咗 Triple G 啊？唔知道有冇睇到咧？佢應該好忙啊！佢唔會睇我哋，佢唔會係關注我哋嘅。應該好忙。Give a fuck about you， give a fuck about us， true， 反會。唔係啊，佢嗰陣都有同我嚟睇你喺榮發啊！你冇咁忙啊，唔好意思啊，佢有睇你。是唱的 BM 是 BM 他挺開心的他有來BM 是不是多謝你啊 Triple G 聽你的歌啊我想跟他搏嘢什麼爛嘢啊你公然在那裡想搏嘢說什麼什麼爛啊公然 talk shit 不是沒有可以 talk 這些你啊真系阿芝阿 Joy 而家喺度，屌你老味！超好听，呢首歌送俾你。哇！但佢未必睇到。佢唔会睇。喂喂，我哋有问题啦，终于都，请问几位主持人对寿喜烧食法有咩心得？寿喜寿喜烧系咪即系打边炉嗰只寿喜烧？系啊，但系。哇！我想讲我前嗰几日食咗，好捻好食啊！喺台湾。壽喜燒，然後生的蛋，然後再點牛肉 ，damn perfect。但唔係平時火鍋都係咁樣。嚇！但係壽喜燒嗰個味加蛋汁，甜啲啊嘛，好食咯，我覺得超好食。唔係呢個要呢、這個要點解先？你要重新嚟過，你要聽呢首歌。你要尊重你嗰、那个，尊重翻你嘅作品。你嗰个，冇乜捻嘢受气烧啊，冇捻嘢啊，屌你老母！咪一阵先讲，一阵先讲。Sorry， 我平时唔系咁，收皮啦！你平时都系咁咯。
OK 呢個 melody， 好曬，沙哥沙聽住。邊一 part？睇到好想食雪糕，食咩雪糕先？哦，係個 background 係做緊咩其實？又係整雪糕嘅 background。喂，台灣的炳優你好啊，好開心啊！我好喜歡你喜歡我。谢谢你呀、啊！有咩有咩讲？有咩有咩有咩下一 round 大家有咩想讲？系咯，我觉得可以讨论下音乐咯。好啊，好啊，真系嚟啊！最想系咁，因为我近排冇系冇接触音乐，所以想大家讨论下音乐。你真系冇接触咩？都有。你日日都听紧歌噶？都听紧歌嘅。即係意思冇揾新嘢聽嘅。係啦係啦，冇揾新。我都冇揾啊。但係你最近忙碌於整 P 啊？係啦係啦係啦，就冇乜。反而聽翻可能以前細個聽嗰啲嘢。例如就係廚房仔。哦，唔係，就聽啲 club hits。你對於咧近排陳冠希抄人整衫，即係抄人哋嗰個款咧，即係個樣嗰啲靚嚟嘅啫。我覺得。我覺得佢近年是不知道做什麼，但是我就叫你成日 share 佢。唔係，但係佢以前真的曾經是一個 legend， 呢個是無可否認。我諗香港是冇一個人可以去到佢個位置。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太撚陳秀全咯，要諗都係嘅。你中意一定人咯，你同佢都差不多嘅。你同佢我冇啦，我不會咁樣咯。我至少。你覺得佢臭串，但係其實可能你都係講 whatever。Facts。但其實我唯一關心嘅就係，我好想知佢有冇聽 Kelvin 嗰個 remix。我真係唔知啊！我係好想知嘅呢一個。No idea。No idea。跟住繼續講翻你啱啱講嗰個，我想講音樂。我啱啱想講音樂咯，睇下大家聽啲咩咯。我呢排聽一個台灣嘅女仔，係、okay. 啊，叫周牧，你有冇聽過？冇。係啊，我播啊，播嚟聽。係咯，播啊，而家播啊，你用電話 search。佢係有啲好似講嘢咁樣嘅，係、oh. 啊。哪個木啊？木啊，哇！和字邊個木？我唔知識唔識打點解。我覺得我上鏡幕影相咁靚喎，你笑咩啊？梁詠麗，你屌你老母！哇！你咁冇禮貌嘅呢、這個人真係好冇禮貌咯，真係無啦啦攻擊人哋。Maggie 都話 ：Be humble， 空間叫你老母。Bitch be humble。佢慣我係 friend， 我係 BFF 嚟噶嘛。你有冇人哋？你有冇諗過人哋當係咪當你係 friend？ 點頭啊！喂，佢可能唔當你係 friend。你真係可能屌啦！成日請食朱古力嘅，仲唔撚當係 friend 傻噶？當你係 friend。Pata， 哎，借水池嗰个家伙。喂 ，Hi Pata， 喂，有冇见到我啊？好啦，好，我揾到啦，我揾到。嚟啊，你播啊， yeah. 你睇下播边首。你可唔可以讲下佢啲咩音乐咧？佢嘅 beat 咧系卢嘉齐，即系破地狱。系啊，破地狱个卢嘉齐嘅 beat 咁样嘅。嚇佢整噶，香港啦嗰個盧嘉齊幾撚靚仔，講完。OK，cool。聽個歌聲，即係個 beat 係佢整。應該佢本身係佢嘅 beat 嚟嘅。天空还是红色，雨刷不停，路面湿度仿佛那个夜晚，空气带水，天必须点两次才能点燃，这个一切很快将被溶解，把结局删减，做危机处理，快速地收拾起巨大却没能遏制的伤心。
疑惑灵魂的交汇之地产生爆炸的轰鸣，却避免伤及任何无辜，更像是幻觉而已。忍不住回头的时候，背后只剩一扇敞开的门，一片漆黑，没有人站在那里，门里的迷宫团团展开，终究只能逃。真相假说全部都是迷惑，理由原因没有善良，来自邪恶，那些过往心底如鬼魂徘徊的就会涌起。所有关于你的一切，当我想要回想起的时候，都从我的胸口流失了。所有关于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触感、你的长相、你的声音，都像烟雾不再存在了。夜晚被堵的片段，心真快要窒息了。因为我只是脆弱人类，是宇宙生命短暂的一瞬。曾绑住所有的，在拥抱之后，从一般快速飞走。吸进去的烟从皮肤、从指甲、从毛发渐渐地生出来。玩笑话皱眉的笑，温柔的手触摸的温度都自成自眠。曾经想要的理由就再也收不起来了。我希望早晨到来时，一天就结束。是风机来了吗？太亮了，太亮了，他们声响太吵了，太吵了，连世界都对黑夜旅行者吝啬。有一瞬间，那些闪电指向你，千分之一秒，天空突然照亮你，这么多条路却没一条通往你，这样突围所有不可被阻止的。可曾想过，或许会是谜底。个 flow 几得意啊，系嘛？即系佢又喺度好似类似有啲似讲嘢咁，但系然后又到一个位好把声好独特啊 ！Anthony， 你觉得咧？好有一阵台味咯 ，no comment， 即系喺度感受紧。好台湾女仔会做嘅嘢咯。都唔知道，我好少聽到香港有呢啲女仔出現。Jojo 唔係即係阿啲獨獨去唱歌。我嗱，我覺得 Jojo 係唱歌，佢係獨嘢咯。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嗰個感覺係有啲。當你覺得咦佢一路咁樣講嘢，佢唔係一路咁樣講嘢落去嘅咧，即係佢有啲係咪一路讀嘢落去嘅咧？但係佢又會默翻咧，你又會覺得中間又好似入翻去咁樣，係又會多啲。除得行啲嘅 flow 咁，但係中間轉快嗰個係覺得哇，係啊係啊係啊，突然間佢個即係個 pace 轉咗快，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你點講啊，個感覺就係你一路覺得佢讀落去咧，你可能你未必會聽落去噶嘛。但係佢扯落去到時候，你諗咦？突然之間，係啊係啊。嗯。嚇！我唔知喎。我嚇嚇 ？What？ 你想問咩啊 ？What？ 想問咩？What？ 你打你嗰首。Cool。我啊，哦。係喎，我哋而家可以聽下 JoJo 嘅歌。哦。係啦。耶。最左係聽呢首。係咩啊？我哋而家。哇！我哋而家聽 JoJo 嘅歌。麗琪飲得好媽，屌 ，fuck you bitch。Thank you.
雙腿走過，不應走的路，陷下來吊吊揚，腦袋想過，不應想的壞念頭，陷下來把它吊。明白
不覺就七分鐘過去咗啦。其實我有勁多問題想問嘅咯。即係首先，我覺得你把聲好撚好聽啦、啊。屌，你把聲真係好撚好聽，其實真係。即係好少可我喺廣東歌我會聽到呢把聲音，即係好多都係啲即係外國嗰啲係咯，嗰啲人就會唱到啲咁嘅嘢。但我覺得好少廣東話女仔唱緊呢啲聲。多謝阿媽啦，多謝阿媽。哇！多謝阿媽咪，媽咪。同埋，我想問一下你。到底你諗呢首歌，你創作嗰個狀態，即係我聽啲歌詞，我覺得幾得意啦，因為我覺得係好似一個好混亂嘅狀態，然後你好似寫完呢首歌，好似你喺度重頓緊一啲嘢咁，係咪咧？其實咧，因為呢首歌係我有兩個諗法嘅，第一個諗法就係、是、一開始我有想寫一首歌咧，係。在一首歌里面有不同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是有 plan 觉得啊可能写一首歌会长即是个时间会耐一点的。这又有一个想法啦、到第二个想法就是我开始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自己在领嘢即是例如我会遇到一些情绪翻腾其實呢個我唔係好想噶嘛，即係你冇人想自己太翻騰嘅咁樣，然後覺得啊，我覺得好似一個 process 咯，你喺呢首歌入面就係你呈現緊你成個自己做嘢或者你內在嘅一啲情緒嘅 process， 係即係一開始係即係我有聽過一首歌叫做《不會說話的愛情》，咁係一支比較。個感覺比較老啲嘅民謠 feel 嘅，但係咧佢個感覺就係有個幾得意嘅感覺，就係你喺一首歌裏邊，你 feel 到唔同嘅情緒。即係佢其實佢呢首歌就係講你中意咗個人啦，然後到你中意，然後你開始同佢有相處啦，然後你好憎佢咁樣，然後你就覺得你。你點唔關我事啊？乜乜乜咁樣，再去到呢啲嘢都可能會轉化去附身去第二啲嘢，再重新咁翻嚟嘅咁樣。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哦，好感動啊！好正啊，然後我覺得啊，好想都寫一首一啲 process 係啊，又係有 process 嘅歌。但係我做落去就覺得。好難，好辛苦啊！好難，係好唔開心啊嘛！嗰個過程咧，係咪？即係覺得好唔開心，係因為啲咩咧？好長，係啦，長。因為你自己有嘢唔開心係一件事，但係當你嘅創作長嘅時候，你會好我明啊！即係你要即係七分鐘係真係唔簡單嘅咯，我覺得。即係你叫我整首兩分幾鐘、三分鐘，我已經。咁樣即係七分鐘嘅嘢真係唔簡單，你仲要諗埋成個 arrangement，所有個 process， 即係由你歌詞去到歌入面嘅轉化位，我覺得呢啲可能係咪你 struggle 嗰啲位，即係你會覺得好 hard 嗰啲位。唔知啊，即係覺得有一個要繼續做一個，即係要記錄一個 process， 你嗰個捱，你覺得係唔知好辛苦喎。但係你完咗呢件事，你覺得咧？我係爽嘅，係爽咗嘅，係咪？係爽咗嘅，即係你覺得啊，終於搞掂啦！咁你 set 唔 set 同擺 set 自己？我係 satisfy 嘅，我會覺得至少係有一個感覺係你記錄咗一樣嘢，因為啱我哋咪有傾偈講嘅，咪講阿喬南咪講話啊，覺得唉。有些位置你是覺得、啊、我要醒覺啦，什麼什麼那些嘛。我覺得你的歌詞裡面是說這些東西，但是我就是覺得你要 keep 嘛，然後我的想法怎樣要 keep 呢，就是我至少有一個記錄，是不要理其他人先、你是要想你記錄了之後你自己看回的時候，你記得你那時候是什麼狀態，即是這個是對於我來說的記錄，即是我不知道，即即是重要咯，對於你嚟講係。即係我睇翻嘅時候，我會有一個好油衝嘅感覺，我覺得七小陣啊，會有。
即係我明白啊，即係好似 remind 緊。係啊，你記得你有呢個狀態嘛？曾經咁你又翻轉頭咁樣，即係唔應該再，即係你完成咗呢件事，同時你都可以，即係當你唔記得咗一啲嘢嘅時候，或者你就可以 remind 翻自己，即係好似一個插曲期咁。係，即係因為我其實 video 我都同。同阿 Susa 之後同 Dennis，Susa 就係做即係 animation 嗰部分。咁我最有感受就係、一開始就係揾咗阿 Susa 做先嘅，因為我覺得呢啲都係我類似落 tag 咁樣，即係你記得某一啲部分、某一啲狀態，你就落啲 tag。咁我啊，可能我有啲風車喺度不停咁喐緊嘅咁樣，然後有個人喺度。呕唔完嘅呕咁样，咁我将呢啲状态同佢讲咁样，然后大家一齐做咗呢个 video 咁样。系咯，我见到你前面嗰半 part 系即系一啲风景啊嗰啲嘢，之后突然之间就转咗去 animation。前面嗰 part 咧系一个熟啲嘅朋友嚟嘅，咁其实佢同我即系好 friend 好多年咁样，然后有一啲。footage 係一齊經歷拍嘅，咁佢攞翻出嚟咁樣用。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幾好啊，即係你好似轉化咗一啲嘢。我有諗得唔得嘅，大家都有諗得唔得嘅咁樣。咁你覺得出到嚟件事，你滿唔滿意啊？我覺得咁得啦，我覺得最緊要係自己 set 得快啫。我覺得係好嘅，但係歌詞入面其實。即是你是真的很 deep down 你對於生活或者是創作啊，定係好私人的情感啊嗰啲嘢，即係我覺得好似 mix 咗好多嘢喺入面。其實即係例如我自己喜歡嗰啲音樂咧，即係我覺得佢即係俾我嘅感覺是你個 lyrics 入面是很多很 struggle 的情緒喺入面，即係好像你喺度反思緊自己，同時你又知道自己有呢啲嘢喺入面。之後，然後你就喺一個好 struggle 嘅狀態。因為話 background music 好聽，我覺得幾好聽。同埋啱啱咧有個人話 Jingle Low 啊，想知道吉他同人聲係分開錄定係一 take 一次過咧？咁係呢個係一 take 過嘅。是一 take 過的東西，即是你是人聲和吉他聲同時錄的，是啊，這個是，這個是一 take 過的東西，就連上吉他一起錄的，即是你不是分開錄了吉他先，然後再錄人聲，OK， cool， 即是都，因為那些，我反而如果分開我是有點難的，即是難自然咯，至少，同埋你可能一路彈住那個 five， 你跟到那個 mood 那些東西。其實有時你跟即係自己彈就有一個好就係你 chemistry 嗰啲零點一秒你自己都就得翻自己啊嘛，係啊，咁係咯，係咁樣嘅。I see。同埋我係其實我有一個點講咧，我都有我有一個好中意嘅偶像嘅。就是 Amy Winehouse 咁樣。然後咧，因為好多人都會對佢咧有。一個感覺嚟，佢 pop 啦，或者佢寫嗰啲詞係好點講？其實佢好簡單嘅，其實佢就係一個衞仔忙嘅一條女咁樣啦，然後係極度衞仔忙嘅，少女係啊，咁我都覺得，因為我都唔係每一個衞仔忙嘅女我都會可以。into 嘅，但我覺得佢真係禮真嘅，即係我覺得佢禮真嘅。而你如果你真係佢真係攞個心出嚟擺喺你前面俾你嗰啲咯，即係你真係超攞命。你有冇睇佢啲 live 咧？即係超攞命，你嗰啲前面有個 cam 望住佢啦，然後佢咧會突然間你要見到佢望喺上邊啦，然後咧。你會見到佢讀口唇係講喺度 I love you 咯、oh ，即係向住條仔， oh、即係我覺得好心理唔該你啦，你明唔明啊？你咪有同我講過嗰、那個，即係你覺得喂你好醒啲啦，你唔好咁
咁為住仔。但我覺得係真係女仔先可以將呢種情緒表達得咁撚淋漓盡致咯，即係男人係唔會咁撚樣嘅咯。男人真係可能諗緊嘅就係、是、哦，我想做嘅嘢，叭叭叭叭叭。但係真係女人真係先會真係真心地攞個心出嚟，然後再創作又好，乜柒都好，但佢都係真心嘅。但其實我覺得男仔都會，即係。嚇、啊、愛情呢啲嘢，即係我講係唔係男女嘅問題。唔係，我覺得係嗰種每個人即係對於愛情有點樣嘅感覺。我明嘅，但係我覺得係少女嘅嘢咯，即係呢一個咁即係少女心嘅嘢，就係少女就係會不惜一切咁將自己個心攞出嚟，但係即係男人係會理性啲嘅人嚟㗎嘛，即係佢唔會好似女仔去諗到咁冷靜。所以我就覺得係嗰、那個感覺係、Amy 係嗰、那個啟發性係一個唔係即係音樂嘅啟發性，你明唔明？即係、人生係你嗰、那個嗰、那個你幾夠姜去講曬出去俾人睇咁樣咧，你明唔明？不惜一切咯。其實你有啲 live 係有啲過分嘅，我有啲 live 係見到佢係爆到黐線嘅，即係佢就佢、是、可能飲咗超多酒，然後又超爆咁樣。Energy 但是你看到他是在說那件事的時候，大家都在那個情緒那裡，你明白嗎？即幾廿萬人嘛、然後你 pan 落去那些幾廿萬人那裡，你看到那些前面的觀眾是呆曬，你明白嗎？即入曬去他那個感覺、那個、感覺、啊、其實是很冷靜的，我覺得而唱的那個其實他不是什麼即係好 deep 嘅咩人生道，你知一個好簡單、好真誠嘅嘢咯，係一個真誠嘅感受，真實真誠嘅嘢。係啊，所以我就即係係。即其實你，即你做嘅作品，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你係真，即係好想好真誠咁樣去將自己表達出嚟？唔係，我真係好想。嗰啲係好，即係你啱啱問呢個問題，但係其實係咪會有啲人係唔係真誠對待自己創作嘅？唔關事咯，係你個方向啫嘛。其實即係你有好多面，你選擇去攞邊一面出嚟俾人睇啫嘛。但係即係 Ivy 嗰個係即係真誠地拎嗰樣嘢出嚟啊嘛，你個問題係。係啊，但係咁即係我唔係應該創作每個人都係真誠地拎自己嘅嘢出嚟咁樣，即係無論係邊一邊都好。真誠有好多 part 咯，可能歌詞上或者你個 energy 上，即係可以分好多 part， 只不過係你揀啫嘛，即係每個人個 style 唔同咁解啫嘛，但係你都係同樣咁真誠嘅，其實可以。但係有冇一啲人係好假咁樣？好假，哇！咁梗有嘅，梗有嘅，可能。但我覺得嗰個唔係呢個嘢，即係首先就信大家都真誠啦。但係我覺得係幾俾心機畫係嘛？即係俾心機畫自己係點？即係老實講，即係例如你話啊，你係點樣嘅人？我覺得即係你話我哋啱都有講嘛，即係講我係咩嘛？其實即係呢啲係啲 deep shit 嚟噶嘛，即係。我是咩？我其實我老實講，我有時都唔係好知道。我都係，係啊。而你就係喺好似自己創作裏邊畫你自己係咩？我會咁咯，係啊。你點畫啫？平時係啊，你唔係你太受太多嘢影響啊，成咁樣。不過我自己覺得係即係真唔真誠嗰樣嘢，你對得住自己，你覺得 satisfied 咪得咯，即係。即可能 Amy 的真誠就是她真的不惜一切將自己的心拿出來去給世人看，但可能有些人不會選擇這樣去真誠嘛，即可能有些人是選擇我給一個很 positive 的 energy 你，就是我的真誠，即是有很多不同 style 咯，即好像你的真誠就是你我很假的，我不真誠，即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些很真的東西，不過真在一些位置是即係好似 Young Queens 咁樣，即係佢寫吸毒都係吸毒咩？屌你老味，係咪先？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即係咁佢真唔真誠啊？係咪先？唔係你係咪真係吸毒啊？寫吸毒？咁唔係啦，即係吸毒啫。佢都係 fake 嘅，嗱真唔夠 real 嘅。屌你
大家喺度咁样咯，屌都好笑。我真系一个好捻假嘅人啊！大家唔好相信我，我讲嘅所有嘢都系假嘅。我都系啊，我都系啊，大家都系假。屌，我觉得你个人取向啫，呢啲嘢其实最紧要系你俾人，你俾到嗰个 energy 人咯。我觉得最即系咩都假，最紧要系个 energy man。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几，但系我认假咯。即系我认假嘅人，你认假你最 real 系嘛？你认假最 real 系嘛？认假最 real，OK， cool， OK。唔系，但系我觉得有时咧有一个几得意嘅位嘅，都系谂翻之前一齐倾偈嗰啲嘢咧，就系例如你唱一啲字，你唱一啲词，咁有好多人就会追住啊，你啲字你点样讲咁样？你系唔系呢啲人？乜乜物嗰啲，但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净系讲啲字咯，即系例如你仲有音乐啊，你仲有点样表达啊，即系嗰个系嗰、那个系先系真实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 energy 咯，即系例如你啱讲话阿 Young Race 咁，佢系咪每日都吸毒咧？咁啊，系嘛？即系但系佢可能唔系净系想讲嘅嘢，系啊，即系只不过你。可能有啲 medium 你通過咗一啲嘢，然後你先去到嗰個情緒，即係其實係 imagination 都係真嘢嚟噶，屌！其實我腦入，其實我好相信呢個世界就係製作裝，即係出嚟擺個製裝逼。耶！即係裝逼係需要。帶你裝逼帶你飛。就係裝逼。裝逼 is life。Yeah. 我觉得你永远即系你永远都唔可以话俾人知你软弱嗰面，你俾人哋知道，特别系一啲你唔系好识嘅人知道咗你软弱嗰面，你就扑街啦，你就死啦。但系好搞笑喎、啲人会暗夹捻住你个头嚟恰鸠你，真系好捻扑街。但系嗰日我同阿哲倾偈咧，即系我就系同佢表达呢一样嘢啦。但他是覺得很搞笑的是他覺得我們這個 generation 才會有一種這樣的想法，就是會有一種我就是不可以被人看到我最壞的一面，我一走出來我就要是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看。 Ego 的東西，上一個 generation 可能說就是大過我們一點，可能差五年至十年的人，即是他會覺得我們這個 generation 我們是很強烈想表達這個東西，就是即我們是會走出來就很很厲害，即我們不願意讓你看到我們軟弱的一面、okay. 即我們即至少我身邊的朋友都是這樣做，我覺得 ego 啊，即 ego 都是有的某程度上，但我覺得即我們很大原因是我們不想讓人看到我們很 weak， 然後看小我們咯，因為我們的年紀是比那些人有小一點呢，即係嗰啲人會覺得可能哇，佢哋咁細個 ，blah blah blah， 即係係咯。所以最好唔好話俾人聽幾多歲。其實我十六嘅啫。其實我九歲。其實我十六嘅啫。冇得九。我只不過係比 Young Race 大兩歲嘅啫。好皮啦！因為有時真係會因為歲數而覺得，喂 ，Kelvin 咁細，係啊，即係或者因為歲數真係，唔係，但係 Kelvin 都覺得我唔係啦，我已經唔同咗啦 ，Shout out Kelvin， 佢已經自稱老啦，而家已經，屌，好撚好笑。是咯，我哋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其實差不多了，這個就是黃琦直的碟，是啊，整個 close up 先，大家快點去買。是不是那天 show 會有得買？現在是White Noise Show 有得買， White Noise 現在在賣， White Noise 和 Zoo Record 都有得買，大家快支持他。還有30號你在細場是嗎？是啊，多少點？其實就7:30啦，咁樣，咁其實30號嗰場 show 咧就會有三個單位嘅，咁個諗法就係、即係我自己唱嘅歌啦，然後我有 DJ 啦，同埋有一隊 band 嘅，咁因為始終自己出碟啊嘛，咁你會有從自己出發咁樣去諗啦，然後自己出發就是覺得怎樣可以表達我這段時間在搞什麼，然後我就是覺得
band 對我嚟講又係重要嘅一 part， 我自己唱重要嘅 part， 然後到我而家，即係你個 set 係 acoustic， 你自己吉他再加你自己，係啦 ，OK cool。然後就而家會聽好多 DJ 嘅嘢。但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你未來會唔會即係你而家係唱，即係我認識你咁耐，你都係唱 folk 嘅嘢啦。嗯。即係你會唔會之後你會諗到啲得意嘢咁樣？其實我咧係，我覺得你應該要好多 project ongoing 咯。即係我自己係冇諗過要做咩音樂嘅本身啦，即係而家就有啦。嗯。因為之前就係唔識啊嘛。咁你唔識咁點啫？吉他，然後自己唱咁就最簡單噶嘛。咁然後咪慢慢諗下自己想朝咩方向咯。咁我都會想做電子音樂嘅。耶！係啊，我覺得你可以係有，即係我唔知啊。我覺得而家個新 new generation 做事模式就係要 work on 好撚多唔同嘢咯。即係同時發生，你要 start 好多嘢。我都同 Anthony 傾過好多次，即係你要，即係成日啲人咧以前都要啊一個 professional， 你做一樣嘢你就要做到最好。我肯播啲歌啊，大佬。我覺得唔係。我肯播你歌，就係播第二首你嘅歌啫。Cool。播其他，播其他。是啦，而家講多次，三月三十號咧就係 JoJo 嘅 show， 大家一定要去睇。Yeah， 係咧，我打撚柒啊！我嘅朋友咁又唔好，咁係唔好嘅，咁樣嚇鳩人。Anyway， 佢嚇鳩人嘅，我大鳩人，你係咪黑社會啊？屌你老味！我自認因為我係咩三合會嘅，你係尖刀老泥妹咋你？你魚蛋咋？你係魚蛋啊？係啊 ，Show Water。你吃緊外賣三盒咋？你唔係三盒。Anyway 啦，我哋黐線啦，已經係啦。By the way， 依首歌嘅 beat 唔係依首歌係都係奇蹟唱嘅，跟住個 beat 底咧就係我嘅 baby sugar honey sexy baby 唱奇蹟。好長啊！之後就覺得好撚好。唔係佢做一首歌嘅時候都未係佢嘅 Sugar Honey Sexy Baby 嘅，係啦，都仲係一個普通嘅好專心於音樂嘅男仔，但係而家就唔好講佢啦，唔好係咁講佢啦，我唔想講起佢，唔好講起。好啦，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拜拜。我哋聽埋依首做結尾，我哋可以走。拜。跟上的字句不必要去，不用分身就一直继续落去，不用怕，不用分身就一直继续落去。Thank you.